离 T28 正式开始还有两天时间。但于今日正式公布了 T28 小组赛的分组和赛程。具体分组如下，比赛从北京时间8月16日凌晨0点整开始，小组赛 A 组第一轮比赛，一轮有四场比赛同时开始，小组赛都为 BO2, 之后每两个半小时开始另一组的一轮四场比赛。比赛结束时间大约的中午12点30，共五轮比赛。而且本届 T28 的全明星比赛阵容已经出炉。比赛对阵双方为 Team Burning 对阵 Team Rock, Burning 战队有 SCCC, Prycut, Miracle, Key, Jerax, IOTK 战队有 Eternal Envy, Kingbird, Artizy, Land 和 Solo 小臂神 Black 将代替 Admiral Bulldog 参加今年英文的 TI 解说，同时 Twit 也入选英文解说团队。 Dota 二客户端内也加入了关于 TI8 的元素，添加了主页的 TI8 相关内容，包括短片大赛投票、小组赛倒计时、比赛赛程等资料。其他游戏性更新：一、修复球状闪电状态下不停点击该技能会回复太多蓝量的问题。二、修复当冷却时间大幅度减少以后，炼金术士的月刃会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。这次 TI 所使用的电竞仪也已经确认，潮汐表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。 TI 马上就要到来，想看比赛的刀友们注意调整时差哦。